今日2月6日是日本殉道者圣保禄三木和同伴的纪念日。弥撒经文在第173版，读经在第76版。这一台弥撒是为以下的意向而奉献：亡者 Jamie Kabraudush Sandush， 高若瑟德力撒梁冠丽华、李尧生、王世荣若瑟刘在区、Maria Anita de Silva Leung、徐华兴、李锦坚 Helen、杨浩仪、尹凤庆 Maria、江赞华、Francisco Xavier Baptista、Maria Cam Baptista 以及诸众年龄。求恩的有李荣光、梁泽、张建美、Delessa 小德兰、李永贤、阿加大、杨家杰、梁献琪、吴佩瑜、何乃森、邓伟文、陆少晶、Georgina、潘泽。谢恩方面，有 Peter Zhang 同佢嘅家人 ，Alice Maria Tang 同佢嘅家人 ，Marcelina Yao 同佢嘅家人。追随基督方中的诸位圣人，如今在天上欢聚，与基督同享永福，因为他们为爱慕基督，倾流了自己的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是众圣者的力量，你曾使殉道圣人保禄三木及他的同伴藉着十字架抵达永生，求你恩赐我们藉着他们的转求也能勇敢地保持信仰，至死不渝。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攻读自希伯来人书。我们应藉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颂扬他的圣名。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你们应信服
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沉，好像要待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职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若有哀怨，为你们绝无好处。赐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作群羊伟大私牧的我们的主耶稣，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藉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阿们。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是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令我走近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令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油，使我的杯着满溢。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永远的时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阿利路亚。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中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将他们所作所教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人看见他们走了，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便从各城徒步一起往那里奔走，这在他们已先到了。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遂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今日听到这段的福音，讲出了，也都令到我想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关于静，关于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些时间静的，有些时间的是动的。正如在福音里面描述着，耶稣见到门徒在一路动，
好多嘅活动传扬福音，但系连食饭都冇嘅时候，耶稣要求佢哋要静。但系佢同佢一齐静嗰时候，但系去到一笪地方，见到咁多嘅人，好似冇咗牧人嘅羊一样，而耶稣自己本身佢又动翻。去继续去宣讲，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人的生活的静和动？静和动的有好有不好，不好的静的就是一种的心态，不想动，做到什么都错，不好动了。又或者静里面的完全是一种的漠不关心，是一种的自私，是一种不懂跟人交往，或者不屑跟人交往，更加差。正的一种的坏的人生 的方向，这种的正不是我们基督徒所的正。动呢不是说动又是好的，动的一路可以工作狂，只是挂住工作，不要说如果你工作是为了钱，为了名誉，不理家，不理健康，一路这样动，这些是一种的自我的一种的虐待，而不单止自我虐待，还是虐待其他的人。动，所以我们要明白得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有静有动，但是有着一个重要的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的第一篇的读经，圣保禄提醒着我们的，我们要藉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而至于慈善和慈施舍，不要忘记这些祭献取悦天主的祭献，要我们服从又是好处，尤其是藉着主耶稣，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的善功，来圣行天主的旨意。即是说无论我们是静，无论我们是动，都是要住一个的爱，爱主爱人来静，爱主爱人来动。再提大家，这个爱字是愣住，是不能够同善分割的。如果爱不是以住善的话，不是真爱，而是放纵，而是溺爱。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静无论是动，意住爱。但是不单止静，无论静或者动，都是为了善，为了天主的善，为了人的善，来付出这些的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算没有动，我们在祈祷里面那么静，哇，但是那种的爱心，那种的善几犀利，几多嘅而家全默观生活嘅神父、修女、修士，佢哋喺静里边，但喺静里边嘅充满住活生生嘅爱，热烘烘嘅爱，为咗善，但系亦都动喺我哋嘅复传嘅工作，喺我哋嘅圣化，我哋嘅工作喺里边。那个动，但是有着一个目的的，又是充满着爱主爱人，充满着的是缔造善，这些就是取悦天主。但很可惜，现在我们成日都静和动调转了，成日的静或者动都是一些很消极的，都是为了恶的，和远离了善。所以这个静和动，无论是静或者动，都是恶，所以化成为多少的罪恶。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庆祝住圣保禄三木同埋同伴，日本长期嘅喺长期殉难嘅殉道嘅，死十字架上面被长矛刺死嘅，甚至包括咗三个嘅细蚊仔添，啲父祭添。呢啲嘅代表住乜嘢？喺洞里面，哇，几可怕！呢啲嘅洞，当时嗰啲嘅政权喺度一路一路咁用住洞，但系佢哋制造咗几多嘅恶，迫害教会。而睇翻下静嘅话，有几多人唔出声？面对住呢啲嘅话，完全漠不关心，唔关佢哋事。但是同时间，我哋教会喺到边度，我哋所做嘅嘢係静静默里面去动，默默咁耕耘，但係纠正我哋嘅意向。所以无论嘅政权，无论係嗰啲嘅有权位嘅人迫害教会，用住嘅係乜嘢？係因为佢哋唔能够去嚟付出，不能够去来牺牲，只是挂住自己，怕那些的宣道者去来剥夺他们自己那时候的影响。这些的洞几可怕，这些的洞成为了暴力，这些成为迫害。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自己今日藉着圣言，藉住啲榜样，咁多圣人，尤其是殉道者嘅榜样，希望我哋好好咁样喺每一日嘅生活里面去嚟考虑喺静，尤其是喺祈祷里面，喺静里面我哋先能够去嚟爱主爱人。但係亦都同时间提醒住我哋嘅动，每一样嘢嘅喐嘅都係为咗爱主爱人，而里面嘅呢个爱记得係同善一定要联系。冇咗呢个善嘅话，我哋嘅爱成为咗一种嘅欲望，成为咗一种嘅肉欲，成为咗一啲嘅暴力，成为咗一啲嘅迫害，好可怕嘅。但系静同动由好嘅去到唔好嘅，只系差一线嘅啫。所以希望我哋今日特别恳求住永援圣母，希望佢哋能够，希望佢能够帮助我哋脱离罪恶，希望我哋嘅静同埋动一一咁样去为咗善，为咗爱。向住我哋嘅主，向住我哋侧边嘅人嘅，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天主圣父，求你接受我们为纪念殉道圣人所奉献的礼品，使我们以坚忍的毅力宣扬你的圣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蒙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殉道者圣三木、圣保禄三木和他的同伴，曾施法基督，为了宣扬你的圣名而倾流了热血，显示了你的大能。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在脆弱的人身上发挥力量，使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一起歌颂你、朝拜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播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辈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业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看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说：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佳的就是你们。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你在殉道烈士们身上奇妙地显示了十字架的奥迹，愿我们所领受的圣事坚强我们的信德，使我们忠贞地去追随基督，并在你的教会中努力从事救赎人灵及服务人群的工作。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圣灵罗格垂翼主宝座，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命求他保佑者，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己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请为我们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之天神报玛利亚，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主之婢女在之，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且天主圣子降生为人，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为我等祈，请众同祷，恳求吾主宜以圣宠赋予我等灵魂，俾我凡由天神之报，以知儿子耶稣降人者，因其苦难及其十字圣架，幸躺于复生之荣福，亦为是我等主基督。阿们。请来人从宝座前，问父之洁之慈恩，生命之望玛利亚，求以得
圣母，我大罪人，托赖你的荫庇，望你不嫌弃我的祈求。出世童贞玛利亚，在急难与诸危险中，求你救援我。去永门之母，你的名字使人感到有依靠，使我能全心爱慕奉事天主，使我总不疏忽祈祷。在相反贞洁的污秽诱惑中，若我不幸跌倒，使我迅速复起，使我努力革除我的恶习，使我勇敢抵抗世俗的诱惑、坏伴侣、不良的书籍以及有伤风化的电影戏剧，使我热心勤领圣事，完尽我作教友的职责，使我容忍生活中的一切试验和困难，在病苦、贫穷、患难中，使我不要一天天地迟延悔改，使我时常爱你、奉事你、呼求你的援助，使我能引领他人爱你、奉事你、呼求你。在我临终即将进院时，请不断照顾我，直到我最末的时刻，直到我最后的呼吸。永门之母，为我等祈。请众同祷。去全能仁慈的天主，你为拯救人类，愿至圣童贞玛利亚作你唯一圣子的母亲，我们现在恳求你，因他的转求，赏赐我们除免罪恶的污秽，并以纯洁的心奉事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去永门之母，请看一个不幸的罪人，我在你脚前呼求你，投靠你。去仁慈的母亲，怜悯我，我听人称呼你为罪人之托、罪人的希望，求你也作我的托靠和希望。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救援我吧。请向我不幸的罪人伸展你的手。现在我把我自己托给你，奉献给你，永远作你的仆人。我赞美感谢天主，因为他的仁慈赐我依靠你，因此我相信我将会永远得救。哦，不幸的我，因为没有呼求你，所以我曾接二连三地陷于罪恶中。我知道若依赖你的救援获得胜利，我知道若把我托与你，你必要救援我，但怕我在跌倒的危机中会停止呼求你，而终至丧失我的灵魂。因此在地狱攻击我的危机中，请你为我求得上呼求你，并向你说，去玛利亚，请救援我，使我不丧失我的天主。这是我向你作的祈祷，也是我全心向你热切恳求的恩典。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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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玛利亚，请救援不幸者，帮助胆怯者，鼓励哀哭者，为所有的人祈祷，作神迹界的中保，为一切热心妇女转求，使一切呼求你的人蒙受你的援助。虚圣母，你是我们的托靠。请众同祷，去吾主耶稣基督，你把你的母亲玛利亚给了我们，作我们的母亲。他既常准备救援我们，于今在他显奇迹的圣像前，我们求你赏赐一切恳求他的人，他母性的援助，而得永远安享你救赎的果实，乃生乃王。阿们。敬爱之我极美之亲，头闻已这自作有，自己通正清应玉尘，我等夫后已满座，教我座我玛利亚，教我座我玛利亚，教我知人之慈，童贞玛利亚，请记忆，总未有人向你求保护、求救援、求转达，而未得到所求的。去童身之圣童身者，我的母亲，我怀着这依慈的心投奔于你。我虽有罪，但现在忏悔，又奔赴以台前。去降生的圣贤之母，别拒绝我的要求，但请你仁慈地俯听我。阿们。我们的救助是靠上主的名。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众同祷。去吾主天主，我们恳求你
赏赐你的仆人们心灵永远的健康，并因童贞玛利亚神效的转求，从现时的痛苦中解救你们，而想你们永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永换之无声吗？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祝大家平安。